中方不赞成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，更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。实践早已证明，制裁非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，不仅造成经济上双输或多输这个局面，还会干扰影响政治解决的进程。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，中俄关系。 不结盟、不对抗、不针对第三方，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。中方一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，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。